呢刚刚排完了。回家了，老公。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了？我们虽然住在一个家，但是我们好久就是没有见面。你别在这骗人了，昨天晚上才见过。好想你哦。天哪，这也太冷了。你说吧，我们现在去干嘛？我们好硬 Q 哦，我们现在去看电影。你是谁？我是你的喜爱哥哥，啊，喜爱的姐姐。你是谁？他刚刚说我一看就是安琪，我也是。我一看就是陆可然。我们俩站在一起，陆可然、安琪。好想吃，他臭豆腐。有点想吃。啊，去吃臭豆腐。不是说好减肥的吗？行，你请我吃。嗯。那给我一个什么？这什么？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不吃？好像我不吃。谁请我们吃？哇！他是要忽悠吗？哇！喜爱姐姐请我吃臭豆腐。我们吃点，我把你们两个激励。你自己看这个绝对好吃，蛋卷的。没人吃。他吃，我跟你说，绝对不会有人吃的。这谁家喜欢的？我这个看电影的时候吃，我不吃蛋卷的，我没。我跟你说，你吃了我就举报你，太吵了。但是这个你们买臭豆腐打戏，然后我们在这里嘎吱嘎吱嘎吱，臭豆腐臭哎！哎，我们不，我在外面吃完了再回去，我再进去。哇，好好吃！救命啊！某人不是说不吃吗？要我这个，都要。哇，好饿！什么也听不见。说我以后每天晚上上班还是买臭豆腐。好喝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就是说买的有点太多了。他们在野猪看电影。小花会。野猪小花会。安琪，开心吗？我都拍不到你的那个。对不起。走了。安琪好忙啊，谁吃蛋卷呢？我不吃蛋卷，你们谁分着去吃？快看，这有个小章鱼趴在这里，看到了吗？啊，他把吃的伸过来，这是啥？拜拜，看电影了。好累呀。晚饭，我今天一天就吃了这个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昨天看了双十二的衣服，是露肚子的。哎，我这两天都不敢吃饭，但是我瘦了，看出来了吗？我们吃到什么时候？瘦到100斤以下，还有4斤，还是瘦一点吧。我是很自觉的。是不是？现在是凌晨2点，我好饿。痛苦的是什么呢？就在这摆着，好痛苦。好饿。饿得我昨晚上没睡好，今天早上刚起床，
就订了外卖，小黄瓜，为了双十二。嗯，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小龙虾，小龙虾。减肥的人有资格说小龙虾？哎，我又瘦了，我也瘦了。哦吼！继续试草，不过今天换了，今天换成西兰花了，好饿。嗯 ，delicious， delicious， 真好吃。为了今晚的舞台，为了瘦。但是其实呢，我的脸是不胖的。昨天偷偷称了体重，我离100不远了，现在还有3斤，我就到100斤。其实我觉得我是需要做一些腹部的运动，这样就是小肚子才会没有，我也不会想。就是把腹肌就是练出来或怎么样，我就是想减一下我的小肚腩。真不错。